秀林乡农特产品树豆、马格丽和红梨为乡境内的三宝，而真幸福创意社将三宝重新包装，重新命名为黄金豆、黑珍珠和红宝石，而接下来将会参加5月5号的书跑杯活动，大力的行销秀林乡的三宝。第二届素食杯5月5号将移师到花莲，充满意境幻想的光复大红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起跑。除了积极的素食推广环保永续之外，更加入森林疗愈的元素，而真幸福创意社也在现场推广秀林乡三宝的农特产品。我们秀林乡有三宝，第一宝叫做黄金，也就是黄金豆。然后呢，第二个宝呢是什么呢？大家都很喜欢的叫做黑珍珠 Bakali， 我们泰鲁格族叫 Bakali。 那第三个宝呢就是红宝石，叫做红梨。这三个产物在我们秀林乡来讲，因为都在我们的中央山脉跟我们的太平洋的东海岸这边产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三种的宝呢是最原始天然的。所以我们在推广的农业的这一块，我希望能够借重我们研发出来的团队当中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行销。我们在我们秀林乡的三宝里面，我们已经有研发出来，有一些是饮品，有一些是做成的是属于类似八宝粥的东西，分享一下，品尝品尝我们的饮品跟我们用红宝石做出来的生吐司跟各方面的馒头也好，各式各样的产品。他们种得很好，然后采收也很好。那采收的好的当中呢，也他们有蛮好的团队，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行销，让大家都能够来认识我们都谷的产品。真幸福创意社社长杨晨宇表示，他重新包装了并且研发万丹红豆沙蛋黄酥，由红梨制作成巧手的泰鲁格竹饼、红梨玫瑰饮和土凤梨酥等多样伴手礼，来推广秀林乡在地的美食。记者焦恩雄报道。